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小说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《红楼梦》的地位应该说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，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，《红楼梦》也是可以说屈指可数的优秀典范之作之一。从小说的角度来说，中国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一部小说作品能够跟《红楼梦》相比。《红楼梦》的确是中国小说史上小说创作的高峰之作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曹雪芹，所以后面咱们准备讲几个问题。第一是关于《红楼梦》的概说，包括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，《红楼梦》的版本和流传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咱们介绍一下《红楼梦》的悲剧意蕴，包括《红楼梦》里头的那种末世感伤和它的悲剧内容。第三个方面，咱们重点分析《红楼梦》的四个人物，就是贾宝玉、王熙凤、林黛玉和薛宝钗。最后，咱们再介绍一下《红楼梦》的艺术成就。下面咱们讲第一个问题，《红楼梦》概说。《红楼梦》120回，本名《石头记》，又可以叫做《金陵十二钗》《秦僧录》《金玉缘》等等，但是现在大家公认的流行的名字书名就是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120回前80回作者是曹雪芹，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笔。当然，现在关于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，也有人提出的质疑，但到目前为止，这些质疑的材料还很难以推翻《红楼梦》作者是曹雪芹的这个结论。曹雪芹是哪人呢？他的籍贯是什么地方呢？原来也是不成问题的，但是前些年也有很激烈的争论，到底曹雪芹的籍贯是河北的分润还是辽宁的沈阳，这两种说法争得不亦乐乎。从现在大家的共识基本上可以认可，曹雪芹的籍贯应该说是现在辽宁的沈阳，也就是清代的辽阳，这样是比较准确的说法。曹家的祖籍是在河北的分润，是河北分润曹氏，但是在明代末年的时候，他们就举家迁到了辽阳，就好像后来的所谓闯关东一样，举家迁到了辽阳。所以从籍贯的角度来说，应该他是在辽阳。在明代末年的时候，曹家就加入了满洲籍，满洲籍由两部分的人组成，一部分是满族人，另外一部分是满洲籍的汉人。曹雪芹的祖先就是满洲籍的汉人，这部分人后来也归入旗籍，所以称为旗人。所谓八旗子弟，不全是满族人，既有满族人，也包括这些满洲籍的汉人。那么这些满洲籍的汉人当时就叫做汉军，或者叫汉军旗人。咱们知道满洲八旗原来是一种军事的建制，后来就有一种军事的建制逐渐形成了一种行政机构，所以满洲八旗既是军事建制又是一种行政机构。而从现有的史料咱们可以看出，曹雪芹的高祖叫曹正彦，迁居辽阳以后，在明代的末年清代初年的时候，也就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，就已经在满洲政权当中任职了。他是个军官，在清兵入关的战争当中，曹正彦立下了赫赫的战功，后来被编入了汉军正白旗内务府做包衣，受到了宠幸和重用，
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曹家原本是军官出身的一个家庭，靠军功积累起来的一个贵族家庭。